你们这些人，最近要大跌，该出什么事就出什么事。啊，再见。哎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老实，干什么你们？啊！ 你什么人？我是明台，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，这附近都是特务，跟我走。欢迎光临。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，你总得让我死个明白。去解放处长。是。这是组织秘密，请你理解。你要怎么帮我？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，太危险。把存取保险箱的四张给我。 洗手间在哪？现场，洗手间在那边。哦，谢谢。服务生，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给他来份牛排。好的。我要一份意面。好。再来两份鳕鱼浓汤。差不多了。好的，请稍等。 报告处长，人跑了。跑了？谁跑了？我的钱被他偷走了，他把我的钱偷走了。坐下。那追姐，他把我钱偷走了。坐下。 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。我就和他打过牌，我只知道他姓刘，他家是卖猪肉的。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拿了你的钱跑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
明少爷，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，你才会跟我说真话？王处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带回去审吧。姐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，他一定会杀了我的。我要不是没钱花，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。那你自己家里的钱，为什么不自己去取，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？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，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。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，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。撒谎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好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？我就是看看电影，骑骑马，跳跳舞。